他在河边坐了半个小时了。是啊，你在水里看见什么了？一惊一乍的。他看那水草为什么是流的？你上来吧，啊，那也没什么可看的，你们走，来上来吧。一句话告诉你，这叫一江春水向东流。金子，明白吗？你别发愁了，知道吗？你有什么好的愿望啊，或者什么好的祝福啊，这水就给你带过去了，知道吧？啊。